好，我叫 Talantibek Anarbay， 是一名伊犁府兵编真正寺的守义者。我是在大山深处长大的，山里条件非常恶劣，自然灾害多，刚修好的路是不是就被洪水冲走，一困就是好几天，出行注意办事都不方便。直到2016年，我们在好政策的帮助下，从大山深处搬到了距离县城不到8公里的昆林寨园。来到这里，我们没有花一分钱就住上了楼房，用水、用电、用气都非常方便。除此之外，每家每户还分到了一座大棚。为了解决我们的后顾之忧，镇里专门组织了几种连木小组，专门为我们带木，还请专家给我们传授大棚种植技术。种了一年大棚，大火抢到了天头，发现每座大棚每年至少10000元的收入，要比放羊多得多。结果现在大家都争着租大棚，现在有人甚至每年种十几座大棚，口袋里有钱了，乡亲们脸上的笑容也更灿烂了。家乡搬迁店的学校、医院、养老院、幼儿园等的条件都特别好，商铺生意更是红火。Oh,